他是您的爷爷。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我替我全家谢谢。不客气不客气，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。陆老怎么会受他委托？百患恩负。午夜时分，月上枝头，谁为谁心疼？一杯浊酒浇在心头，谁让谁心冷？只剩混沌唯唯诺诺，还诚惶诚恐。阴差阳错，天地分别，谁成了英雄？荒寒宫阙之中，锁着他的寂寞，桂树花影霓虹，管他雕梁画栋，只愿成古墓中，化作一不与你我结拜，一痛会倾城。好奇心，爱自己，就是你。后会无期。